那你要去抓他们吗？啊？你是鬼吗？你要当鬼啊？我当鬼一下子就把你们抓光光了。啊？有啊，我上次有抓到你两次啊，还给你抓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嗯。阿吴心意还要骑这个啊？你也会骑吗？凯凯大老板来了。啊。哦。等一下，吴心意去玩溜滑梯，我就去抓你们的。哇塞，没。啊，吴心意要去玩溜滑梯了吗？挡住了。哦，那里挡住了，不可以去啊。啊？那边要整修。什么熊？那边要整修。要整修，对啊，要盖新教室。对。啊。直接出发。啊，出发了，要去了。那里不可以去吧？那里在整修，不可以去。哦，他们都去了啊。